德水，我刚弄了。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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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德水，我刚弄两个包子在。你进去吃吗？里面没人。不不不，嫂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个正人君子。嫂子一个人在里面的时候，绝对不会进去。德水，德水。不不不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不不不不不，我不能进去。没，里面外面快下雨了。不 不, 不，外面快下雪了。那好吧，走，吃包子去。你这么冷，你太不矜持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说演的好不好？